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琪，我是小醉。今天我们拍的是2019年最后一条的开箱视频喽。今天这条视频又是你们可以拿礼物的视频了，真的很多礼物都是双份都可以送给你们了啊！美们准备好领礼物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第一个茶铃，哇，我没有的耶。哦，这应该是个画家或者这个设计师设计的名字吧，对吧？这是画上去的吗？这是画上去的吗？是印上去的吧？印上去的吧。我觉得应该是印上去的，好漂亮哦！这个是茶铃的一个香水，他们家香水就是非常非常有古色古香，然后有中国的味道。茶铃的洗面奶，它这个洗面奶的味道巨好闻，茶的味道就是一直充斥在你的鼻腔。是的，这个呢就是茶铃家最新上新的一款茶精华。对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茶多酚，然后你直接把它按下去的话，它那里面的那个茶精华就嘣就爆出来了。嗯呢，它像安瓶精华，我们不按了吧？我们有很多瓶了，我们要送给粉丝一个洗面奶，一个茶精华给大家，谢谢茶铃。下一个就是他们家的一个鎏金闪耀光彩礼盒，这个是香缇卡的一个就是高光，很漂亮的一个高光，它的外观都有变化哟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这是他们家的金属爆闪口红哦，三个颜色，一个棕调，一个正红，然后一个姨妈色的颜色。很漂亮，这套多少钱？这套1000块，将近2000。那谢谢香缇卡，谢谢你的支持。那这个礼送给我们的粉丝们啊，大家多多刷起来香缇卡啊！哇哇哦 ，B O 泉，这是袖扣的吗？李佳琦 Austin， 哇，这个很超漂亮的。这个是 B O 泉男士的一个系列洁面水精华，很多男生都很喜欢买 B O 泉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其实 B O 泉的产品真的还蛮好用的，因为他们家就主打什么？主打让你的肌肤稳定，然后帮你的肌肤保湿补水的一个套装，这个。我可以 ，I can。谢谢 B O 泉的礼物，谢谢你，这个我没有，我就留着了啊。又是我的最爱，我的爸爸 C P B 十瓶炸弹精华 ，Oh my god！ 我们去日本的时候自己都买炸弹精华的新包装，那不知道中国国内什么时候上，应该也要快上了。我最喜欢的磨皮精华，我会把这瓶精华介绍给我身边所有就是用产品不吸收的人，或者他们家用大牌但没用这瓶的人。我在日本逛 C P B， yes， 然后的话呢被路人拍到了，嗯哼，不是路人。就是 CPB 集团的人哦，真的吗？他们认识小助理，他们认识我，他们说 啊，怎么是小助理来？为什么不是李佳琦来？没有没有，然后他们就把我逛柜台的照片发到他们中国的总部，然后他们总部的那个 PR 就马上发信息给我，啊，你不要买，我会送给你的，你不要花钱。哎，东西呢？我们抽三瓶 CPB 给大家哦。好吗？抽三个女生每人一瓶哦，这个1000多块钱一瓶哦。因为李佳琦用这个就是像吃一样，所以不能送你们太多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很特别的，很特别哇！3CE 蒂尔佳琦啊，你们还知道我有我这人吗？哎，这句话重点剪三遍。你们还知道我有我这人吗？你们还知道我有我这人吗？你们还知道我有我这人吗？还记得有李佳琦吗？这3CE 在国内首家旗舰店的限量版产品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未来，期待未来与您的合作，期待未来与您的合作。这句话给我剪10遍。期待未来与您的合作。这个是线下门店才有的一个限量图，这是个音箱哎，蓝牙模式，哦，好好看，3CE的孔真的是很漂亮，但是也没来看我一个直播间过。这3CE的一个四个单品都是他们家新品哦，就是哑光系列，它那个外包装包就是有那种颗粒感，一支口红，一个高光，一个腮红加一个色的一个眼影盘。对，希望我们下次可以有机会在直播间跟3CE一起合作，带给大家3CE的好用的全部产品给大家啊！谢谢3CE的礼物，谢谢。可不可以搞个2份的？大家已经看着想睡觉了。亲爱的鹏鹏，哎，谁允许叫这么亲切？我又不认识你。Tatcha， 好像好好看哦，哦，好像个小苹果。你是我的小阳光，哇 ，Austin Lee， 这个箱子我要留起来，我都没洗，你就自取其辱。但我也很开心。他们家口红我介绍过，就这个很有质感、很高级的一个口红，给你们看，上面刻了李佳琦的名字。他们家口红质感真的很不错，非常非常的棒。然后它的颜色，就是它里面的话也是用宝石切面。兰蔻为什么新款做的他们家一样的宝石切面，对吧？哎，喂，兰蔻你在吗？请出来解释一下。好好看哦，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的贵妇品牌的感觉。对，嗯，很日本的风格。谢谢你的礼物，很喜欢。哇哦，小助理，这是你会爱的，你以后每天直播都会带着它直播。哦，一个小镜子哎，这个镜子好漂亮哦，你看，好有日本风格，就像那种铜镜的感觉。我们送一个女生送 Tatcha 的
四件套，好吗？谢谢他傻的礼物，谢谢。当当当，哇哦，完美日记书，哇哦，每次看到都会卡，哇哦哇哦，小拳击的耳环哎，好可爱的感觉，小拳击的耳环。这个是完美日记的小粉钻的全套颜色，然后小粉钻我真的很爱，完美日记的口红跟你说就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我最推荐的颜色是 pink A04 给大家啊，这个还有 pink A14 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，三盒给大家，完美日记小粉钻的口红全套给你们哦，好不好？一人一盒啊，这个收到应该很开心哦，特别漂亮。秃李佳琦，秃李佳琦，秃小助理，应该是你家的。欧莱雅小钢笔新色来了，看一下欧莱雅小钢笔有几个新色是偏光的，它是带那种光泽感的偏光在里面。欧莱雅小钢笔不用我介绍了吧？这个我们有很多了。对的，我们送两盒欧莱雅小钢笔给你们哦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对佳琦的支持啊！星星 ，Oh my God， 这个我收到它了，终于有它了，我的妈呀！你们真的也是很慢呢。汤富的垃圾桶，一边是黑色的口红，一边是白色口红。那汤富的口红，李佳琦推荐过无数次，就是有经济条件女生买它。Yeah. 这个真的好漂亮，把放在直播间上面，还有一盒，所以这是 Tom Ford 的，哇，黑管，我爱你，老板我爱你，当当当，Tom Ford 的套装的黑管口红，将近20000块，哇，谢谢，谢谢 Tom Ford 的礼物，谢谢你，没得送，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大的 PR 卡，当当当，哇，这是我最过最大的 PR 卡，上面写的是我们很荣幸宣布李佳琦。成为 YSL 圣罗兰美妆夜皇后精华全球首席见证官，喜欢。其实很多人都有这张卡哦，好吧。哦，这是一条蛇吗 ？Yes， 它就是蛇围成的一个爱心。就是，这是圆管。这个是唇釉，然后这里也有方管，这个是 YSL 家新出的一个限量的蛇纹的一个 Love 系列的一个口红，真的好好看，有110、114、119，我知道了，嗯，每一支颜色都是一个急救电话，110是报警，然后114是白日通，然后119是火警，120是这急救，让你们开运了，过新年开运色系，我跟你说119、120可以买起来，这些 YSL 的礼物，这个白色的我一看它就很厉害，一看就是不一样，因为 YSL 很少有白色礼盒，对，我先帮你看一眼，我看了，我先看会不会 ，Oh my god， 故弄玄虚小助理。你会喜欢到疯掉，不可能，真的 YSL 家的香水，而且是他们家最贵最贵的限量款，哇，这好不 YSL 哦，哇，我的妈呀， YSL 限量款的香水，而且是高级定制版的，应该是，我下来帮你擦，好漂亮哦，你看，而且它这个是吸扣，来听钱的声音，3、2、1，哇，这吸磁扣的，我的天哪，我闻一下，小助理在线查价，哎，我最喜欢这一瓶，哎，这一瓶叫做，哎，其实也不算很贵 ，Chanchi， 这一瓶一瓶只要1450，1450，不算很贵，但是很喜欢，我收到这个礼物，因为我很喜欢香水，哦，然后我们来看这边还有什么，还有一个礼盒里面有 YSL 的这一瓶夜皇后精华，他们在佳琦直播间，在天猫上面首发我们直播间，他们家的重磅新品，重磅新品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他们上面有两层，上面是摩洛哥的黄金油，然后下面是植物精华，就是让你一个晚上让你的皮肤亮，对，我们把这一瓶送给大家，再送10支 YSL 的口红或唇釉给大家抽，一共 YSL 送出11份礼物给大家，是不是超级超级的火？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个绿不溜秋的，这是绿箭，难怪这么绿。绿箭送我啊！我现在好需要嚼一下它，真的，快点！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礼物，哇，好粉好绿哦！最最最最最好看的佳琦和小助理 ，Oh my god！ 这款高颜值薄荷糖和你们也太配了吧！拥有它，把精致武装到唇齿间，又磨得又清新，还能与人更亲近。希望你们喜欢小薄荷，他们有口红哎，难怪他会送给我。其实比以前的包装好看多了。是的，它的颜值非常非常高，而且它是有那种波普风的一个画法的感觉。哎，我真的变吃播，看到没有，小薄荷看到了，看有蓝的，有粉的。我这个红色的是草莓薄荷味、蜜桃薄荷味，这绿色的是无糖的，哦，他们都是无糖的。我要两个一起吃，而且它是那个鸡库薄荷味，这个是就比较凉的，瞬间清醒，哦，比较凉的适合于男生，然后这种是比较适合于女生的水果味。好看，绿箭让我重新认识了它。这次视频的话呢，可能会送10份礼物，但是有一份礼物是一盒绿箭。看谁是这么幸运观众，好不好？就送一盒，多一盒也不送给你，就只送一盒。绿箭这个薄荷糖，它登上过芭莎的时尚杂志。凭什么？
因为它时尚，时尚最时尚，这个它比较外观取胜，对，而且非常的有创意，好不好？谢谢绿箭的礼物，谢谢你，当当当，直观。啊，我用了他家洗发水，他家洗发水就是还蛮好用的。直观我们都直播过很多次了呀。对啊，这个不用介绍了，来，我就给他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直观家的一个洗发水啊，是的，蓬松型的洗发水，然后还有橙花沐浴露，还有橙花洁面，还有蓬松粉。蓬松粉是，蓬松粉就是让头发会就是不油腻，干爽到爆炸，就是你刘海很油了，就直接拍一拍它，就是它的蓬松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直观他们家都是用氨基酸来洗头发的，拍对他们的成分非常非常的温和。而且直观，你知道是谁的品牌吗？就是直观他们家马上就要成为中国的氨基酸洗发水的第一名，而且他们的品牌首席创意官是李小鹏，就是那个跳水，他女儿叫奥利的李小龙，他不是跳水，李小鹏，李小鹏啊，他的女儿叫奥利，你答对了，他还不是跳水的，他是体操运动员，记混了，跳水的那个是叫做。田亮，他的女儿叫做 Cindy。对，你以后给你科普一下，这么多是不是？他们家的氨基酸都是来自于 SK 2同工厂的氨基酸，啊，品质有保障。抽一套我们直观的礼物给大家，我按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谢谢直观的礼物，谢谢你们。买洗发水用直观，是的。来，我们下面，我的妈呀，好大一颗糖果！我的爸爸，我的干爸爸，祖马龙来了。真的，祖马龙好爱我，给我天天送礼物。他们家真的是太会做外包装的了。哎，这个礼物收到了，可能会开心死哎。哦，一瓶是香水，这杏桃花与蜂蜜，我没有。有，我没有。我买了，这我最喜欢的味道，送给我的。这盒绝对送给我的，因为我说过我最喜欢的就是杏桃花与蜂蜜。走开！如果你送，你还不是蹭我的爸爸的热度啊？蹭我的热度，让我爸爸送的礼物给你。如果你最喜欢的味道是吧？我最喜欢的是含羞草与小豆蔻。如果我们就赌，如果它不是含羞草与小豆蔻，我跟那个祖马龙。断交这样子，就一二三，断交，我要先看，不是的，爱你，含羞草与小豆蔻，天哪，哎，怎么有这么用心的品牌呀、啊？我的妈呀，哎，这个礼物我是收的很开心，是最开心的一次。感觉在谈恋爱的感觉，击中我的胸部的感觉，嫣红牡丹与几绒，我第二喜欢的味道啊，因为我没有表示我喜欢什么味道沐浴，所以他随便送了一个给我。然后还有我最爱的祖马龙的维 E 唇霜。你要被别人投诉了，苦橙香的哦，苦橙我爱啊，苦橙限量的蜡，他应该拿错了吧？你的也是啊，这个不送，这个不送，这个我们家很需要，这个很需要，这个不送，这个不送，这个不送，这个太好闻了，送两瓶沐浴露吧。没有了，我把我最喜欢的这一瓶含羞草与小豆蔻送给大家。那我把我最喜欢的这个也送给大家，我不能比你那个好。谢谢祖马龙，那我觉得圣诞的礼物一定要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一起开心。我是送含羞草与小豆蔻的香水加。嫣红牡丹与几绒的沐浴露，你那个一听就非常的 normal。我的这一瓶就是小众又独特，它叫杏桃花与蜂蜜，就像小助理这么样的做作，就很温暖啊，好吗？那我们抽两个女生，一人一套祖马龙，哇，这1000多块钱一套哎，要的，一千大几哦，我的天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祖马龙哦。还有我可以送唇乳给大家，我也有。好了，这三个每人一套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那我们的礼物都会送给大家的，大家多多转发，多多评论，多多点赞我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Happy New Year，拜拜。